庄国栋就临时阵前换将嘛，我就说，哎，庄国栋，你根本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发言人，你是党工啊，高级党工啊，又是朱立伦亲信啊，对，你怎么有资格可以进到里面做专家呢？对，你可以做专家，让我邱毅更是专家啦，对不对？你要出内参、嗯，我也要出内参，对，我不会拿我候选人是最烂的内参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定最好的。在期限内，我拿一个最好的，结果代表什么意思？我拿最好的还输，那就代表所有的都输了嘛？对，真是丢脸。你就是老三嘛，你还骂我干什么？最恶心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六个民调里面，如果不什么让分，没有什么礼遇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我让你。对，他等于全输哎，《联合报》呢等于打平。明明是我当时得到了消息，说是洪永泰，朱立伦叫洪永泰做代表。我当时觉得洪永泰做代表，我觉得他有专业。洪永泰后来说不要了，婉谢了，对不对？你在外面怎么讲洪永泰、洪老师？洪老师，我怎么评论？我先讲哈、我评论是他不想惹麻烦。当然，一脚踏进去，啄了嘛，哈，对，淋浊水的啄了嘛，但是另外一个解读更深入哦，他怎么讲说、他不进去就知道里面有鬼，庄国栋就顶替上去了嘛，他说是星期五傍晚下午才被通知要去的，临时阵前换将嘛、然后他说我就说哎，庄国栋，你根本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发言人，你是党工啊，好，高级党工啊，又是朱立伦亲信啊，对，你怎么有资格可以进到里面做专家呢？对，好，你可以做专家，让我邱毅更是专家啦，对不对？因为团队陈国军他们先开战了，就打汇流就回防、就解释嘛，现在搞到说。汇流跟这个 ET 特队一直在跟 ET 特队这边解释，跟 ET 特队你是简讯回函好不好？对，而且他是用会员做母体，嗯，你的会员这个母体等于这个社会的母体吗？当然不等嘛，要不然你把你的会员公布嘛，这个叫便利抽样，拜托，当时三人小组共同同意哦。要把这个给剔除，当然国民党的代表独树一帜吧，因为他对统计真的专业不够。他没有说一定得很专业哦。哎，他说保留很专业哦，还保留意见的、说这三个是国民党牺牲了我让步哦，所以你这个科批的代表提出来要把这三家剔除，那国民党也只好礼让哦，让步哦，哪叫让步啊？那你拿出专业来讲嘛。那美丽岛电子报为什么被剔除掉？你是全市化啊，而且每次400个样本啊，对不对？不断的400个样本，而且他没有做喉科科喉，没有错嘛？那怎么能用？他都是所谓的各个候选人之间的互比嘛。